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ndrew， 欢迎回到爸爸 is you， 今天就继续来动动脑吧。接下来的关卡往这边，这个好像是森林类的吗？好像关卡也蛮多的。诶，应该是第一关，从第一关开始。有爱心。Black is win, water is defeat。水不能晃了吗？中间那是水还是沼泽？看起来好像沼泽。爸爸 is you。然后围栏会阻挡你。我要怎么做呢？哦 ，love 是传送哎，有点奇妙。竟然有传送这种东西。可是重点是，我要做的是，可以把字推过去吗？可以耶，欸，但是会变交换的，有点奇妙，欸，有种奇妙的感觉。最后这个没有办法推，然后就死掉了，太奇妙了。欸，那个水可以推掉吗？放在这边传送，再推掉，这样我就可以过去了。原来这么简单啊！思考好久，竟然是这么简单。第二关，有钥匙。Water is defeat， 水不能碰了。然后 key is open， 爸爸 is you。Kiki is move， 哦，它会自动移动吗 ？Key is pull， 哦，钥匙可以拉吗？哎，是哎，它会跟着我走哎，哎不对，应该说我在它旁边的时候它才会走。然后有新的东西 ，Box has flag， 可以说棋子藏在盒子里面喽。要怎么做呢？这样他会跟着我走，所以我可以只能用拉的吗？用拉的方式把他拉进来，这样应该可以吧？最多到这里而已。那怎么做呢？那就推不动了，被自己关厕所。先稍微改变一下。把 move 用掉，让他跟着我过来，跟着过来，跟着过来，跟着过来。这样子的话，再把他弄回去，再把 move 用回来之后，等待一下，不知道他可不可以把他拉回来。拉过来了，再把它弄掉，再把钥匙，我要怎么变成我带呢？哦，可以耶，好像有点奇妙。打开了，原来是这样子做啊！只要把那个靠 Kiki 拉过来就可以了。那第三关。这次的石头是传送，而且还可以推，边传送边推吗？诶，有推好像就不能传送了。然后我是八八，然后这种落叶好像不能碰，然后棋子在下面，把它传过去，现在主要就是要把石头。看能不能推动，能不能推动？可以说把它变成这样子，这样子是要怎么做？这样可以推吗？空格推，空格推，哈哈哈，这样好奇妙。
太奇妙了这个。哦，这样就碰到了，竟然是这个方法。想了好久。接下来又一堆，好像漂浮的，没错，字体是漂浮着。然后树会阻挡我，然后钥匙是开门用的，所以我要把钥匙拿去开门。冰块要先把它变成传送的，所以要先想办法把它变传送。接下来要进到里面，怎么做呢？想把巴巴变成传送门的话，巴巴是冰块吗？可以这样子吗？巴巴，哦，还是巴巴是传送，那我就可以传送了吗？把它传进去。把它传，这样子推，那就不能推了。欸，自己不能传送吗？欸，碰到自己了，要小心的地方好多，一直撞墙，传进来，然后再想办法。钥匙变成可以推，然后，欸，可是啊，糟糕，位置不对，离远一点，然后再想办法把它推过去，成功。接下来第五关，碰到叶子就失败了。鬼魂是传送用的，出现了鬼魂。鬼魂现在是传送，把它弄掉，变成可以推的对象，最多可以推到，只是没有椅子，没有椅子可以用的话就没有用。先这样子好了。之后把 ghost 再变成我，再把它推走，再把它取消推动，再把它变这样，这样子把它变传送，再把它推走，这样子就可以。耶，成功了，总算成功了。想不到的时候真的都什么都想不到。接下来好多东西哦。爸爸 is you。然后首先先把 Win 找到。要找到棋子吗？但是碰不了这个东西，要把它变动的话，这个不能推，这样子不见了。这是用来拉的吗？真的是用来拉的。可拉这个要做什么？咦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欸，不见了，要怎么做呢？就说同时拉它，同时哦，这样就出来了。可是这样子，这样子先把这个拉走，再把它拉出来一点，可以吗？把它拉走，拉走，拉出来，成功了。这一关比较简单的感觉，多了好多东西啊！
接下来是鬼魂朋友。Baba is you. Baba is weak. Weak 又是什么？好多东西。钥匙。Baba is move 可以吗？这样会变怎样？哦，可以自动好多格。最多一次可以动到这里。等一下，它变过去，然后它变，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，一二三，耶、yeah, ！带着我跑，这个好有趣。再把 key 拿上来，再来就把它推回去。之后就是把 key 拿到下面去吗？试试看，这样就可以推动。然后把它开门。可是重点是，哎、欸，哦，对哦，它有一个是 Flag is you， 应该没错吧？我应该没看错吧？因为棋子会跟着我跑，应该是有一个类似的字词。接下来是鬼魂守卫吗？鬼魂有棋子，哇，鬼魂好复杂。石头可以推，钥匙现在没有什么作用，把石头推过来，传送过去了，推过来一下，哦，把它消掉了，然后，怎么跟我之前用的不太一样的感觉？之前可以边推边传送是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次不行了？嗯？为什么呢？推，咦，太多了，这样子吗？咦，鬼魂可以用推的，那要怎么做呢？这要怎么做？鬼魂可以推。是因为我推了鬼魂吗？哦，我推鬼魂去撞钥匙吗？有种不晓得自己做了什么事情的感觉。接下来 ，Leave is move, keys push， 还有 Leave is leave, leaf and foliage is defeat。嗯，不能碰吗？哎，果然不能碰。是有点类似要躲那个叶子吗 ？Keys open key 在哪里？好像没看，欸，在左边。那棋子在哪里 ？Fungus has flag， 那个奇怪的菌。还有 Fungus is short and poor， 它可以拉，欸，可是叶子又不能碰。这样要使用什么东西？把钥匙拉出来吗？不管了，先拉出来再说。接下来要想办法。等一下，这样好像放太多了。把它太晚了。你刚好在这边，如果把它往下拉。再把它变成可以移动的话，它就会上下跑，之后就
咦，等一下，我应该先用叶子把它拉下来再开比较好的样子，要让它移动，这样它可以把它拉下来吗？哦，可以耶。之后这样子，叶子把它拉上来，再把它变成，等一下，再把它变 push 好了，字好多，把它变成 push 之后，把它向右边推，再来就是让它移动，那就拉出来了，我就打开了，然后成功！哇，这关花好久时间，就先这样吧。那我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咯，如果呢想对我说话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